谢谢谢谢，快坐吧快坐吧快坐吧。今天舞台上来了好多新面孔，这一季我们要突出一个新字啊，我们的舞台也是新形式新喜剧，看看跟去年不一样了吧。喜剧无边界，欢乐不定义啊，也希望呢今天来的这些个舞台上新人为大家呈现新喜剧新力量。现在我宣布第六季欢乐喜剧人正式开始。首先要出场的是谁呢？这位喜剧人的身份比较特殊，他是一位大魔王啊，他就是欢乐喜剧人第二季的人气喜剧人，如今在电影界风生水起的大潘。从第一季欢乐喜剧人至今，很多默默无闻的喜剧人在这个舞台上被观众熟知并闪耀全场。大潘潘冰龙就是其中的一位。2015年，作为黑马的大潘来到第二季欢乐喜剧人的舞台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最终获得最佳人气选手奖。此后进军影视界，参演十余部电影作品，并以电影《无名之辈》斩获第十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男配角奖。无名之辈帮助我这个无名之辈创造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，特别感谢。如今大潘以大魔王的身份再度回归，他会给这一季的选手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敬请期待。